是丸子、黄喉、百叶，然后魔芋。祝你生日快乐。你叫我中华小当家。哦，因为我没有家里没有米饭了，已经带给我的组员让他们尝一尝。我刚下班回家，然后现在已经快11点了，我要去我朋友的那个餐厅去吃火锅。我现在在等电车。我已经到了，这是我们要吃的火锅。这是丸子、黄喉、百叶，然后魔芋、菜、蘑菇，然后还有方便面。这是我们自己切的牛肉和猪肉。哇，那个酱是什么酱？那个海底捞的火锅酱。这都是你今天买的吗？是，就是我们的寿星。我又出来了。生日快乐！谢谢。好，那我要记录一下这个时刻。你还没许愿呢。啊，许愿。没有蜡烛。没有蜡烛，哎呀，真的是没有蜡烛。没事，没。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这是我今天的晚餐，这个是我炒的一个虾，然后因为我没有家里没有米饭了已经，所以我就觉得我可能会有点饿，我就热了一个这个红薯，然后还加了点土豆当主食，然后还炒了一点青菜，这里面是菠菜和生菜，因为生菜只剩一点点了，我就和菠菜一起炒了，然后这里还有一点水果，是那种李子吧，应该叫做，就是因为我们餐厅放假一周嘛，然后就餐厅里面还有很多吃的水果呀什么的，然后就分给员工，然后就拿回来了，然后还有一杯橙汁，然后还有一个饭后甜点，这个是我上周买的，是那种椰子味的，就是一盒8个全是椰子味，然后我这一周。我今天去买的是这个，就一周8个，它有4个味道，有草莓，然后桃子、白桃，然后芒果和百香果，然后还有这个是覆盆子，就4个味道，每种味道有2个。乡亲们，我们走了。单独特有的一种仪式，存在与不存在都有它合理的地方。哇塞，成长了。读心术，看清楚人家心。C 隐身术 ，D 变形术。想要什么？哇，这个。Le contraire, la méthode de relaxation la plus savoureuse au monde。我今天中午打算吃这个，这是我从来没有尝试过的一个菜。然后今天去中超的时候，看到它有这个冬笋卖，就是我想来炒一个笋。我之前从来没有炒过，也没有看到过有笋，所以第一次尝试。那今天去中超的时候，看到了中超竟然有这个卖。就是这个有点小，比当时我朋友给我的那个要小很多，然后我就拿了几个，然后今天下午又要去上课，然后小组讨论嘛，然后
为明天那个 expose 做准备，我准备带给我的组员让他们尝一尝，反正我觉得挺好吃的。Bonjour tout le monde, maintenant on va vous. Bonjour tout le monde, maintenant on va vous expliquer notre programme. Dans notre groupe, il y a Lise, Alice, Léane et moi. Ce qu'on a fait, c'est des jeux du pendu. C'est un jeu populaire et on trouve que c'est amusant. C'est pour cela qu'on a décidé de recréer ce jeu. Et dans notre présentation, il y a 4 parties. On va vous expliquer. La première partie, c'est les choix pour le jeu. Et la deuxième partie, c'est l'intérieur du programme. La troisième partie, c'est l'affichage de l'image du pendu sur Python. La dernière partie, on va voir ensemble comment le jeu fonctionne. Maintenant, Léane va vous expliquer la première partie. Hello, 大家好，今天是星期四，就我昨天终于把那个 expose 弄完了嘛，然后我就终于感觉放松了，轻松了，然后这周上完课，明天后天就是下周学校放假嘛，所以就只要明天再上午上一节课就放假了，然后明天的话我会去蒙彼利埃。然后今天我想来做一个吃的，我想来做一个毛豆。就这个毛豆，这个毛豆是我们餐厅的，就是当时餐厅这周放假嘛，然后有一些东西没有吃完，没有使用完的，然后他就分配，就是我们就是每人分了一些，然后就给了我一包毛豆，还有一些水果什么的，我就打算拿这一包来做一个毛豆。把两边给剪掉，我终于把这个毛豆给剪好了，就这么一小碗，然后把小米椒和大蒜也准备好了，现在把油烧热一下，放入小米椒，然后大蒜，我看网上的上面视频说还要放什么桂皮呀，什么其他的东西我都没有。打算放一个豆瓣酱，我感觉这个豆瓣酱还蛮好吃的，李锦记的吧，好像是李锦记的这个辣豆瓣酱，我觉得还挺好吃的。放盐，也不知道放多少，加水没过毛豆，让它在这边煮。我的毛豆差不多应该好了，就我放了一下午，味道应该进去了吧。哇，请叫我中华小当家，我真的太厉害了。